执行。鹭岛这几个字，看不清楚。今天要开十个小时了。双隧道，大车比较多。这车很多，是八十的速度。还是八十啊？这不还是修路是吧？是昨天的那个道吗？是金哈吗？哎，这条道可真不好。昨天不过得早下了，得从那边那头下的。好，这条道太窄了，车大车多。路严重拥堵，这些车都是拉到青岛的鲁壁的，我们又停下了。你看青岛就特别亲切啊。在高速路上已经停止了。这服务区大，该加油了哈。很敞亮啊，真敞亮，这个大厅。哎，这是三星级，没卡星级了，确实是不错哈。各种吃的也有，你看哈，冒着冷气呢。确实很敞亮哈。这设计的不人性化，从那边出去再绕出来走很多路。人家就让你从这儿必须从这儿路过。买东西啊。对。老李开了两个多小时，该我开了。我今天一早上不大舒服，老李你先开吧。不过这俩小时开的全是大车，京哈高速啊，太难走了，开得惊心动魄。哎呦，加油！360，7.74块一升。继续赶路，这回路好跑了。哎呀，三车道好跑了。你身体也比原来舒服点了。对，哎呀，我一早上出来简直了，身体很难受。真奇怪啊，你看。出了山海关，车也少了，路也宽了，对，没有交通堵塞了。是上一段人堵了好几次，对，都停下了。这大车也挺多的，只是这路宽了，就好走了。你知道了为什么秃子不过山海关？到了那个滨海大道了，到天津了啊！这段就乱了。这个地方大车简直了。前面是不是就应该是塘沽新区了？7.71块。
257。哎，到青岛了。青岛的天也特别好看。三个月没回青岛了。到了青岛了。出高速。看清，我们青岛的路多么宽。就是走了一路了，青岛的路最好，四车道。车也好走，老是路也宽。前方急转弯，请慢一点。感觉家乡真不错。哪也不如青岛好啊。哪来也不如在青岛好。出去三个月了，怎么样？什么感受？你出去吃点苦吧，你真不知道哪儿好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正好六点到家。差18分钟，走11个小时。行啊，到家了，走吧。这花都干了，你看。经常出去玩，经常出去旅游，这些花。把那边花浇浇，对。这两个还行哈，这两个还可以呀、啊。先做饭吧，先别收拾了。嗯。饿了。这收拾半天了，6点半了，还没收拾完。看，哎，自己种的豆角还行，没坏。那个豆角当卤子吧。好，行。下面条。简单做点吃点，行了，饿了。这是我从五大连池带回来的豆角，看多好，一点没烂。要知道我多买点带回来，这老李不让带。还剩一包虾酱，还不错，做个虾酱芸豆。放点盐，快吃不了，快吃吧。嗯，今天饭比较简单，今天吃个鸡腿，增加点蛋白质。你这能够了？够了够了，我少吃，晚上了。朋友们不会想到我早上是一个病人。其实昨天晚上就不舒服，胃疼了一晚上，这个半夜就开始拉肚子，今天早上都动弹不了了，吃了点那个拉肚子药肠炎宁。我说必须走，坚持，结果那药还真好使，一路都挺好的。好了，现在到家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哪里好？是不是还是家好吧？肯定家好。啊，你还愿意往外跑？这个家要啥有啥，你在那边真的什么都凑合。我们两个中午凑合吃了一点，因为我肚子不好，我也没敢多吃。喝了碗粥，晚上才敢吃东西。还去不去五大连池了？五大连池，没准我还能去。去干什么？去遭罪去啊？也没有效果。看看吧，看回来有效果怎么样？要有效果，我真还得去。现在已经体现出没有效果，你看，还不服气了？有的人说回家以后才能看出效果来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